一年过去了哈，三年级要结束了哈。看这些三年级的小小兵，准备过完暑假就要升上四年级了。今年暑假很特别，七月中才开始放暑假。不过我们要问一下同学啊，他们暑假到底有什么规划哈？写功课啊，写功课而已啊，整个暑假在写功课。还要出去哪里玩？家里。啊，家里啊。哦，嘉义啊，哦，我以为去家里玩，在家里玩的。暑假要和爸爸去钓鱼。钓鱼啊。啊，我要看看那个我最佳大只可以钓多大只的鲤鱼。哦，要比赛。Oh no！ 钓鲤鱼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赢的能怎么样？赢的不能怎么样？不能怎么样？赢的能吃比较大尾的，是不是？不能。不能吃呀，是在排水沟。排水沟要去排水沟钓。OK， 还有吗？去力宝乐园玩。哦，去力宝乐园玩是哦，小朋友最喜欢去那些地方玩的哈、哦。这位，我要去新竹玩。新竹啊？新竹哪里玩？我会先去动物园。新竹动物园玩就对了。好，那还有吗？然后还要跟学校一起去高雄。去高雄啊？高雄哪里啊？搭渡轮。旗津渡轮那边嘛哈。还有寿山动物园。哦，寿山动物园我去过，哎，蛮好玩的哦。还有义大师。都去那个好玩的地方哦，不错不错。这位是澎湖。澎湖，还有呢？澎湖，然后前面会先住台北，然后再从松山机场飞去澎湖，澎湖回来之后，还会再住台北。再去台北，为了去澎湖玩，去住了两次的台北就对了。好 ，OK， 好。然后要去台北看那个101，然后还要在只让人们开放到89楼的地方看那个夜景。哦，那我有去过，那很蛮不错的。风很大哦，但是风景非常漂亮。然后去完澎湖回来，过个几天之后又要再去金门。要金门哦，还要再去金门啊？这次是往离岛方向去玩就对了，是哦。好，看这位。去花莲啊？我暑假也要去花莲呢，该不会遇到你吧？那来还有呢？要去花莲的游乐园。游乐园，我们也要去那里，该不会真的遇到你了？遇到你会吓到你吧？这位，去公园。你暑假整个暑假去公园，干嘛？住在公园啊？写功课。还有过一个很烦的日子。什么很烦的日子？要去安亲班。而且安亲班是很烦的，然后你也去安亲班，老师没有。我们全家人要，全家都会出去玩的啊。打算去哪里玩？去基隆。基隆啊？基隆渔港那边啊？是那个和平岛。哦，那不错不错不错，再来。我要就是七月的时候要去九族文化村。九族文化村啊？九族文化蛮好玩的，我好久没去了。打算去那边玩什么设施吗？自由落体那个，你敢玩那个吗？我敢。你敢玩那个？我玩过一次那个自由落体，我盖得被夹死啊！我怎么敢过这样？要去学街舞。街舞啊？要去学街舞？去哪里学？安亲班的山上。好，安亲班有安排这个街舞的课程啊！来来来，好好学一学，我下次再看你跳。好，好不好？来。就要去。你的南投为什么头要歪一边讲南投？去歪头玩的。来，新进农场。新进农场呀，哦，新进农场不错哎，很高哦，我要开车要开一段时间哦。爸爸说，如果疫情比较会带我们去飞牛牧场那边。好，飞牛牧场，我有去过，还不错。也会去云科大那边散步。去散步，然后去看松鼠。散步看松鼠，我们学校就有松鼠啦。对啊。你们可以来学校这边散步。还有一些山上也蛮多的，溪头我记得蛮多的。森林也是啊。对。森林也是啊，你有去过呀？有啊，我有看过真实的松鼠。你有看到真实的松鼠？外面也是真实的松鼠，难道外面的松鼠是假的？难道我们学校松鼠是玩具的吗？松鼠啊，各位要注意啊，松鼠咬到了有可能也会带有一些传染疾病，千万不要乱喂，因为有时候它会抢你的东西，咬你的那个食物的时候会咬到。那个叶小宝曾经就被咬到了，后来就去打针哦，那要去打针，打那些预防针。好恐怖啊！真的真的真的，所以不要说有些动物看起来很可爱，我就要喂食它啊，喂食它，有时候它变成那个有一点兽性哦，就有一点危险。啊，那有了解吧？还有了解吧？不过你可以喂那个玩具的松鼠是可以的。那期待就是暑假过后看同学有没有学到什么新才艺，但是注意啊，就是安全第一啦，要注意健康啊，注意安全这样子。